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主峰少女海苔，我是海苔妈妈。今天我们带家里两只狗来参加这个叫 Fast Cat Practice， 是一种美国传统的就是猎狗赛跑比赛，然后今天是练习，重量特别大，是一个学校的操场好像是。胡萝卜已就位，哦，开始跑了，哇，好小。狗子是 Nori 小朋友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小不点，哦，小不点，口水都飞出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不动了呢？这是什么？嗯，阿富汗跑它快吗？快呀，也是猎犬呀。我们也是猎犬啊。我们是土狗。土猎犬。我们是灌木犬，他们是田园犬啊。今天就跑完了。胡萝卜跟 Nori 跑的都很好，然后那个裁判说他俩看起来不像第一次跑，但是他俩就是从来没有跑过类似。哇，那边的阿富汗跑得好快呀、啊！天哪，哦，那个不是阿富汗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哇，人家大狗跑得好快，这样一对比，小的简直不知道在干嘛。但是 Nori 刚刚跑的其实口水已经甩出来了。行，今天视频就这样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